这是 Adam，他饱受痛风之苦，尝试 Uro。他在治疗痛风中有助于防止尿酸晶体。Uro 尿液碱化剂，有效缓解痛风。欢迎收看 TT 快报。 土著团结党前创党党员法伊斯在去年六周选举之际，批评团结党偏离温和和民族主义党的路线，继而高调退党。如今，法伊斯宣布正式加入公正党。法伊斯过去也是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他昨天凌晨在密子书宣告，在前晚结束自己超过六个月的无党状态。法伊斯透露，他出席了许州大臣阿米鲁丁官邸举行的和平祈祷和实施汇报活动，而阿米鲁丁在活动上宣布接受他为公正党党员。他指出，阿米鲁丁也宣布接受 受乾隆西州议员兼前,前雪州团结党建团团长阿迪夫加入公正党。法伊斯表示，这是他和战友们的斗争行动。他们一贯抱持亲近底层人民、中庸民族主义和支持融合的原则，跟公正党烈火莫西的原初精神相似。法伊斯表明，他将强化公正党的原初斗争，推动雪州政府照顾人民的目标和首相阿华昌明政府的国家议程，同时捍卫国家民主和君主立宪制。 来关注公民权修宪案的课题。由于政府有意修改授予弃婴儿童公民身份的规定，引来议员和公民组织担心，这将加剧国内无国籍儿童的问题。那么，执政党议员应不应该支持政府修宪呢？竞选盟前主席艾美嘉就要求西盟让议员们凭良心投票，并且解除党编对议员投票的限制。艾美嘉昨天在社交媒体 X t 文表示，党下这次的公民权修宪捍卫弃婴的权益是值得全力奋战的重要原则。 艾美加狠批昌平政府真令人丢脸。如果这个修宪案获得通过，他将不再考虑投票给西蒙。 内政部部长萨福丁昨天解释，为了防止外国移民故意抛弃婴儿，意图让他们的孩子钻漏洞获得大马公民身份，政府才需要修改公民权宪法。反贪会前主席拉蒂花对此反驳，萨福丁说法多变，而且自相矛盾，甚至散播排外情绪。拉蒂花在社交媒体 X 频连表示，萨福丁说外国移民钻漏洞的说法非常可笑，因为这违背常识，而且一百四十二宗弃婴怎么可能导致政府医院蒙受数亿令吉的损失？拉蒂花炮轰赛福丁。 使用丑外借口来合理化残酷的修宪案。武警团团长艾克马和学者张国祥最近批评多语流学校阻碍国民团结。不过试试，沙沙迪狠批那些喜欢质疑多语流学校的人虚伪。沙沙迪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这些批评者当中，有人甚至会把孩子送往国际或私立学校，而不是选择政府学校。t e n g o k para para menteri. Tengok juga anak mereka dan cucu mereka. Lihat juga ahli-ahli parlimen yang kaya raya ini. Lihat mana mereka hantar anak-anak mereka. Mana mereka hantar anak-anak mereka. Kebanyakan, hantar anak-anak mereka ni bukan soal sekolah kebangsaan, sekolah vernacular. Hantar ke sekolah swasta. Sekolah antarabangsa. Ya, di mana nak hantar satu anak, bulanan kadang-kadang mencecah RM5,000. Ha, mereka katakan, oh, sistem ini dah gagal, sekolah kebangsaan gagal, sekolah alternatif vernacular gagal. Tapi, mereka sekolah kaya boleh hantar anak mereka ke sekolah antarabangsa ataupun sekolah swasta tetapi tak ada niat ikhlas ingin memperbaiki sistem pendidikan kebangsaan 无尽团,团团长艾克玛因为主张单一源流教育而和其他人掀起口水战之后，行动党五级家新州议员拉吉夫提醒艾克玛不应该口出恶言，而是应该和坚持多源流教育的人士对话。今天艾克玛爽快答应，如果拉吉夫定好时间和地点，他就会和拉吉夫喝茶对话，让双方可以为多源流学校课题展开辩论或讨论。艾克玛早前和宾州前第二副州长拉马沙米隔空交锋，他甚至质疑拉马沙米喝醉酒。 教育部部长法利纳昨天保证，学校食堂会在斋戒月期间如常营业。伊朗波克辛纳国务议员阿姆亚哈亚对此批评法利纳不尊重斋戒月，而且仓促下令食堂继续营业。阿姆亚哈亚发文告批评法利纳的指令会引发没必要的争议。他表示，教育部应该将重点放在教育穆斯林学生了解斋戒月的重要，以及让非穆斯林学习尊重斋戒。 他写道：“可以以和谐的方式进行，不需要下令食堂在学生斋戒时继续营业。这不代表我们要阻止非穆斯林在白天用餐。这也是一种教育，让他们在上学时期便开始尊重斋戒院。阿姆雅哈亚接着补充：“非穆斯林依然可以携带食物和饮料到学校，并在指定的地点用餐。而法丽娜下令食堂继续营业，则似乎有点过分。”昨天，法丽娜保证学校食堂在斋戒月期间会如常运作。虽然食堂正常运作，但必须指导和教育非穆斯林。 学生理解穆斯林同学为什么需要斋戒。土著团结党弗罗加伊国会议员苏海米呼吁政府在弗罗加伊的医院设立皇家病房或重要人物 VIP 病房，以应付外国贵宾或部长们在弗罗加伊生病时的需求。 saya pohon agar uh, diberi uh, diberi consider dengan izin untuk uh, diadakan wad diraja dan juga wad VIP kerana terlalu banyak kerana terlalu banyak uh, menteri-menteri kadang-kadang yang pergi ke Langkawi dan jatuh sakit dan uh, ini permohonan saya terima kasih 不过，工程部部长亚历山大解释，佛罗交易的医院已经有二十间 VIP 病房。Memang ada dua puluh untuk VIP, dan satu memang dibuat lebih istimewa, ya. Jadi mungkin itu boleh menjawab permohonan yang bermaklukawi lah. Memang sudah ada dalam dalam projek ini, ya。马尔迪透露，他目前还住在国家心脏中心，并且还在接受治疗。 马蒂昨天在社交媒体指出，自从今年一月感染后，他一直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他写道：“感谢上苍，在国家心脏中心的医生、护士和职员的努力下，以及大家的祈祷下，我的健康状况正在逐渐恢复。” 马迪也表示，医院的专家只是偶尔批准他回家一会儿，但始终需要他在国家信仰中心过夜。马迪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恢复健康，并或者出院回家。今年二月，坊间不断流传马哈迪卧病在床的传闻，马迪的社交媒体团队较后出面辟谣，强调马哈迪虽然还在住院，但是身体正在逐渐康复。 沈志强表示，人力资源部推出的为员工效劳 （WFW） 应用程序中，最常接获的雇员投诉是雇主拖欠薪水和居家工作的纠纷。根据沈志强的国会书面答复，WFW 应用程序截至今年二月底，一共接获超过三万四千宗投诉，其中将近六千四百宗投诉是关于员工没有收到薪水。此外，还有将近三千一百宗员工投诉雇主不允许居家工作，以及将近两千九百宗雇主违法扣薪和将近两千八百宗涉嫌非法解雇。 thank you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 k t 快报，更多的即时内容敬请留守 TV 重要的 YouTube 和面子书，海 IG。我是许国荣，我们再会。